让我们掌声欢迎。带来的是童话，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。
天空之城，接着呢第五首带来的是挥着翅膀的女孩。好，让我们掌声再一次欢迎。
个礼拜四啊，怎样？对，我们的李正中老师哈，欢迎大家来选修课程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拍手一次。老师，要不要再修一下？谢谢我们陶迪班，还谢谢李正中老师，谢谢。